家的是热门的减肥运动项目，对，减肥哦，减肥哦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比如说，哎，人家说，哎，你要长高去打篮球啊，对，而且像你跟女生说运动运动，她说啊流汗又晒，可是你又说，哎，这个运动会减肥哦，哎，就 OK 了，就 OK 了，就会去了。对，这个题目呢是跟网络温度计的合作，调查出前八名热门的减肥运动项目。是，那我们名次越高，分数就越高，反正前三名就50分、40分、40分，那七八名呢，因为在这个选项里面相对冷门，所以七八名我们会 bonus 10分上去。你会发现七八名的分数是30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这些运动好手应该都很多项目都做过啊，尽量不要熬、哦，对，不会，他不会，他们哎很多哎、欸，他等一下说哎什么跳绳啊，然后他说哦那也可以减肥啊，什么的，我们这一组不会熬，只会跌倒而已，对对对，那放心很多了，而且一言不合就出来做棒事，对，怕吧？哎有没有？因为吴祖雄也是营养师兼健身教练，我是那个中华民国肥胖协会的体重管理师。中华民国体重管理协会，有什么热门的减肥运动项目？还是你也可以讲你自己觉得最快的？运动减肥的话，它一定是高强度，减脂效果越好。哦，应该是这样的方向，搭配运动来减脂比较好，才不会连肌肉也一起减掉。对，比利想说，是不是心跳要越快的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心肺是高讲太多，对面会听到。我们待会再说，待会再说。那你们还是要给我一个答案。那有没有那个高强度间歇这个选项？高强度间歇 ，HIIT， 会不会太专业？太专业了。你讲一些比较热门的。慢跑吧，慢跑，大家觉得啦，我们先拿高分嘛。哦，好，跑步，嗯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跑步，恭喜第一名！先抢分。我们还是问民众嘛，一些热门的减肥项目。那跑步呢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不用什么器材，你就两条腿就跑了，不花钱。而且跑步机可以跑，公园可以跑，有没有？然后在操场这些都可以跑，对。然后也可以，或者是说你去商店拿了一个东西，你也可以跑。那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那要跑很快，高强度间歇嘛，高强度间歇的跑。慢慢走，然后看到电就跑过去。小朋友不要乱学，不够高强度，很高强度，高强度，不只要高强度，也要像这位叔叔，他脸皮要高厚度。然后其实像现在跑步很热门嘛，很多那种也世界知名的马拉松比赛，对什么澳洲黄金海岸啊，然后一边跑一个一边欣赏，对啊，沿途风景，所以跑步啊。好，恭喜获得50分。第一名被他拿走了，对，那边话比较多啦。对呀，慢慢来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蛮多的，对，蛮多。讲一个不能再听的，对，但还是要让我们两个听到。对，我们选那个游泳。游泳啊，速战速决。对，这个真的，这个也是蛮消耗，因为游泳也是奶哥的强项。哦，对对对，他都出线上课程了，大家可以去买。是，不是游泳，不是游泳，游泳，游泳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第四名游泳。哦，没错，没有游泳。对，因为游泳才20分。我跟你讲，游泳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，因为你全身都在滑嘛，而且游泳算是有一点有氧。那因为在水里面有水阻、有阻力的关系，所以你不用怕说你在平地上做太多运动可能会有肌肉拉伤。可是在水里会有一个缓冲，所以游泳是很全身性的健康运动，而且对你的身体保护力也很够。对，那可是我跟你讲，因为名次比较后面，所以这一题20分。20分，没有，现在再给他们答一次好了。那你们的没有，我想说瓜哥，可以这样是不是？两招，我们要三招。20分，好，我们过去，不要这样，来，对他有时候有点迷失，我知道你很懂得感恩，对，但是要公平，要，焦大哥对我们也不错，对啊，对不对啊？来，你们的答案是。我们答案是爬山。爬山呐、啊，哎、嗯，欸、爬山比较大众一点，大家都可以去爬山，而且也不花钱。对，可以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一样可以达到减肥效果。啊，那个心肺也都是在锻炼嘛，对，分多金，对，慢慢走，爬山。爬山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对，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没有减肥，减
美的话，爬山大家都有的是慢慢爬，比较偏健走了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就不是像你讲什么高强度那个游泳式啊，可是爬山的心跳，爬山其实心跳很心率，因为它有斜度嘛。对对，它可能有名次，但没有在前八名。我知道了，因为现在台湾爬山都喜欢吃，带很多食物上去吃，啊，露营啊，越爬越胖，因为我们下来再吃个宵夜，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但有一些，我觉得有时候你认真要爬山，像有些人会去突破，去攻岭百岳，他事前会做准备，是，然后他在做他的那一段备战期一时。间拉长其实对减肥是有用，对对 对, 對, 對啊，只是在不要爬上去野餐的啦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边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他没中、啊，刚刚美方你们没中，就是这个时候机会来了，赶、啊、快再想一个。我们刚才讨论一个战术，因为真的是太多种运动了，对，然后又很难刚好在真的，你们全部讲完，我们会录到12点。好，对，那我们就从最多分的去延伸，对对 对, 對，跑步嘛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慢慢的变成走路，走路，走路。走路，走路。以前说要一天要走1万步才会对身体很好，现在尽量都要走多一点。有的时候是快走啦，对，快健走啦，哎，走路上班之类的，走路上班或健走。对，有一些运动场那个阿姨走的比我用跑的还快，对，运动场跑完一个阿姨在，很多在公园走路的，对啊，像我去北一啊，那个营养师就跟我讲说，哦，你就用快走的，从北一啊走到那个我们家住通安街夜市那边嘛。走去那边，然后再走回家啊，差不多就是那个运动量就 OK 了，就到了。可是他没有想到说，我从北一走到通化夜市，我又吃了一些东西，对，所以刚好抵消了。那你又省了车钱，所以以后你去林口露营，如果没有搭便车的话，你可以试着走回台北啊。哦，就说我从林口走回台北，对，我疯了，走路啦，走路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一名。日本现在很疯哦，樱花妹最夯的走路减肥法，有那种传说日本的模特，他成功了走3个月，瘦了10公斤。听说你走路啊，哎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每次运动完有没有发现回去一定会上大号？你有时候在走路，什么便秘、水肿都治好了。对，那日本南青山的游足治疗院呢，他院长就发明了一些独门的走路减肥法，用他教学的正确走路方法，号称一天只要走300步，就有惊人的效果。正确的走路对，正确，因为有些人走路其实他们都走不对，有些人走路会很拖，你知道他人未到身先到，对，所以这个声音太拖。有的时候半夜你起来尿尿就尿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回来啊，那个拖鞋这样用拖的，把全家都吵醒了，真的。在干什么？小宝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宝宝都睡不好。好，恭喜40分，是大人，是大人哦。哎，那个好了，好，恭喜获得40分，累积60分，怎么办？追上来了，紧张紧张。我们有刚刚有讨论出一个，就是要高强度，然后又要心跳要快，可能有氧舞蹈，类似那种有氧舞蹈。想一下，祖雄的专长是什么？你每次学生找你上私人课，都跟你说要减肥。对，因为他们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会认为减肥一定要有氧运动。对，所以有氧舞蹈就算跳舞啦，我觉得跳舞范围比较广。舞蹈，广场舞。好，舞蹈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跳舞第八名。对，常常有在跳舞的，他们身体的线条都很好。对对对对啊，玲珑有致，前凸后翘的。你有看到在 B boy 有胖的吗？对呀，对不对？但 B boy 很多秃头哎，因为他们要练头转。对啊，不是，你应该说国标舞，国标舞的身材也很好。对啊，舞者的通常都身材都很厉害。恭喜30分，现在有80咯。80。怎么办？最近超红，应该人人都在打的。什么？打球。打什么？羽球。你要不要讲打球比较就是通俗，就是等于说你什么球篮球，那这全部球类都可以算。你就讲打球看会不会中。你这样比较容易中啊，赌一把。万一羽球，万一答案是什么网球、桌球，那你不是篮球跟羽球也很？那就是不想羽球，感觉任何球类运动。你决定，你决定。你觉得他会害你？安安，你不要这样。打球好，打球，打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的答案是打球，打球。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好，恭喜打球第六名。练习的是有没有都会有一些碰撞或急刹，好不好？那种都是高强度的跑跑跳跳间歇。好，恭喜20分，现在平手喽！平手，
这是经历比。我要走一个险棋了。好，什么险棋？重训。哦。因为很多人认为减肥要有氧嘛，但重训很多人认为是无氧。那其实重训也是有减肥效果，就是增肌减脂，增肌 对。而且你重训肌肉增加以后，你代谢变，没错，变成说你运动完，你肌肉增加，你去多吃一点，它其实代谢的更快。对，而且它提高了肌肉跟脂肪的竞争力，你吃进来的东西会被肌肉利用，所以其实是可以有效减肥的。哦，对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恭喜第三名。哎，真的来了，对，好强啊！因为有些我跟你讲，有些人减肥是我要总体重下降，但有些人是说啊，体重你不要管，你要注重的是体脂，体脂下降就可以了。那重训你可以降体脂啊，因为你肌肉量增加啦。对，重训，那很多人重训完很爱喝高蛋白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就是重训完之后 timing。重训完之后不能够再隔两个小时以后再吃，半个小时内，对，但最好是其实是越快越好。你运动完之后身体处在一个代谢很强的状态，那个时候就要赶快补充，但是碳水跟蛋白都要有，你的肌肉才可以拿到修复材料。那有的人说啊，我运动完我又大吃大喝，那我不是白运动了吗？不会，你半个看你，而且看你的时间。对，其实隔了两个小时再吃才是白运动，你的重训效果会几乎为零。真的，两个小时，所以运动完要马上吃，要马上，但是要注意油脂啊。不能吃油脂，对，碳水跟蛋白质都要，但是油脂还是要降低。你就等一下两个小时棒式做一做，你就可以去吃，好不好？其实没有需要，没有需要，没有需要。啊，恭喜重训四十分，120分。啊，要激起直追了。追起来，追起来！那我就先猜个七好了。猜个七是不是？啊，三十分还可以。对，因为七的分数比较高。哎，人家没有那么热霸气，好不好？奶哥打牌也是这样，我让你放枪就放枪，哎，我忙就放枪。真的，很准。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运动，我觉得对减肥还蛮有用的。真的吗？我最近在做热瑜伽。瑜伽。最近天气蛮冷的，然后说去做热瑜伽，其实加速那个新陈代谢，我觉得蛮舒服，做完很舒服。对，然后女生也有做皮拉提斯，对，还有空中瑜伽，对，各种瑜伽，还有什么火箭瑜伽，现在很多，对，很流行啊，现在。瑜伽的对瑜伽，瑜伽这个答案有没有？瑜伽恭喜第七名，我没有说七就七，说七就七。其实是可以的，而且它还有一种伸展，可以让你放松。对，不然很多人做一些重训练太多肌肉，他的身体出来都硬邦邦，他们都是这样，不够柔软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对你瑜伽去把筋拉开，整个人就比较不会受伤，舒服。瑜伽，好，持之以恒。好，我们落后十分。对，落后十分。他们答错，我们看看他们，如果他们答错，不会啦，这个已经很厉害了。对啊，哎，追上来只差十分了，十分，现在只剩二十分的。对，好，如果你答错了，他答对了，就超越。就拜拜了，好，压力，那我们这是有准绝杀的机会，对，绝杀，就是这一集了，对，就是这一集。好，大家很常听到三铁里面的运动包含跑步、游泳，再来一个就是骑脚踏车，哦，对，所以跑步、游泳都有了，跑步、游泳都有了，所以就想猜猜看，骑脚踏车，哎呦。究竟脚踏车，而且你取得也蛮容易的。对啊，而且河滨什么都可以，U-bike也可以。比如说他骑脚踏车进去买个东西，那台车你就骑走啦，所以取得不是，而且这样也要骑得很快哦，对啊，要骑得很快，强度的啊，这跟跑步是一样的，但这是违法的吧？哦，是这样子。对，小宝在看哦，好，以身作则。所以你们的答案是。骑车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对对，抱歉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那你们现在就是要赌他答不对。对啊，不然你下次你等一下一路改骑摩托车。骑车不是爬山吗？不需要。赶快再想一个，再想一个，换你们骑脚踏车把你删掉，不然我觉得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你们是不是？那也不简单。曾几何时想选骑脚踏车，对不对？好像有点像，没有，就是他们刚才有一些东西，就是是我们想选，结果都没有在上面。哎呦，他帮你选掉了。我们决定重训里面，还有很重要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棒式的核心训练。好。核心运动啦，核心不只是棒式，刚刚那军事世界纪录是 TRS 也对 ，TRS 就是核心，对，核心悬吊式的，不然就是你要维持躯干这一块。对对对，啊，核心你们想不到了吧？核心训练，核心训练，我觉得应该核心这个答案是一样啊。
跟重心一样，就是都是那种延伸出来的。对，重心的重心不见得是这一块核心，它有时候重训是你可能练脚腿的啊，或者是上半身的肌肉，但是核心是 focus 在你的这个躯干，而且它是对你的中枢做一些神经刺激，也就是我最集中的这一段。对，没有错。如果还是如果他们答对核心，你就做棒式。其实没有。30秒，如果答对，30秒太多，5秒，5秒太少了吧，小梁哥。上面写20嘛，那我们就做20。5秒蛮吃力的。前提是如果他们答对，前提是要答对，他答对，还是有机会。他答对，你要答对，不一定答对，是对面答对。对对对，希望答对。好，好，核心这个答案有没有？核心，恭喜你。线条更美更紧实。来吧，你要不要？你这一次背下啦，你要对，你要棒式，还是要深蹲？我们要老师教你。怎么这今天这么多运动好手，怎么会轮到我？因为大家在全明星运动会都看过他们运动，但很少看你运动。对啊，不是很少看过我运动，全台湾没有人看过我运动。就是台湾孔刘的处女秀啦。哦，真的吗？你选一个，我请教练跟你雕一下动作。那当然是棒式啊。认真。嗯。好，让你教练，教练，选择是这里啊。那老师你要讲，你要讲怎么样叫标准 ？OK， 对对。就是手肘先撑在地上，然后身体趴下来，是 OK， 吸气吐气之后，用脚跟核心的力量把臀部往上顶，哦，然后让背臀腿形成一条直线，帅，这样很棒了。其实经过他那个细心的介绍，其实观众朋友也了解，没有没有，他们想看你是你台湾孔刘啊，你五虎双全呢，小梁哥，来加油加油，老师要注意一下，看他这样标不标准哦。先趴着，好，吸气吐气之后再起来，这边也要下压，对，这边肩膀会不会太低？会不会太低 ？OK， 好，吸气吐气之后就上来了，上来，还美，现在还美哦。对，吸气，哎，你要上来啊，大哥，我先把臀部顶起来，你臀部要顶起来，你臀部要 ，OK， 哦，耶，那我们帮你倒数10 9 8 7 6 5 4 3 2 1，可以吗？要不要扶他一下？怎么有点狼狈啊？可以吧？有必要为了钱做这样的事？还不错哎，十秒哎，谢谢，姿势还算标准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谢谢，十秒很厉害，谢谢。那我们要宣布一下，这个关是130分。哦，130分比120分呢，才差10分而已耶。哇，以10分之差呢，那恭喜我们洪水猛兽队获胜。